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Team N2 的万丽娜。去年总选的话以一次失败结束了，然后在台上非常不甘心的哭了出来，然后也一直在问自己，为什么你会这么没有用，为什么你拿到的资源还是没有进总选。然后在大家出去拍乌彩的时候，也一个人闷在被子里难过。今年总选的话，也有加入后辈，然后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了，但是我还是不想输。今年总选对我来说算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吧，我想要站在舞台上然后笑着哭出来，不是再以去年那样不甘心的哭出来。所以今年我的目标是一定要进16名，然后最好能冲进神机。然后如果今年失败的话，我就不做人了，就是这样了。希望大家能给我投票，谢谢大家。